23号，在新疆巴楚县美食节上，有巴楚县烤肉王之称的明乌普尔，在自己制作的馕坑里烤出了一头重350公斤的全骆驼，这也是目前国内馕坑里烤出的最重的骆驼。当天下午2点，一台起重机将烤好的骆驼吊出馕坑，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，就被众多游客以每公斤120元的价格抢购一空。